十多年来，我在这片土地上看到过、触摸过太多青铜文物，它们有的庄重古朴，有的灵动逼人。它们是高贵的，更是安静的，千百年来不动声色，看尽人间百态。而太多像我这样的人，让他们承载了本不该他们承载的颠沛流离。如今他们日日夜夜纠缠着我，我知道我再也与他们无缘。做噩梦，整天就是做噩梦，做些什么呀，怎么迷路了，找不到家，掉在一个坑里面，四面都是个坑，然后怎么样上不去，这个电话怎么也打不通，就是老是这样。